声音给我的信息很多，形象给我的信息也很多，哪个更重要？到底真正的交流是什么呢？我徘徊在这两者当中，我是更相信耳朵还是更相信眼睛？其实我们也可以用耳朵去看，用眼睛去听。在哪个学校啊你？中文说能吗？你们日本女的都是叫什么字是不是？这字那字，你叫我啥字啊？字。叫月。月字。啊，那我说你们那我。这个喜欢骑着自行车穿梭在胡同里的日本女孩叫江上月，是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一年级的研究生。从小就有着艺术梦想的她，随做艺术家的父母走了很多国家，却从未想过追梦的翅膀在中国张开。父亲的书法很棒，我一岁的时候父母就让我拿着毛笔一起画一起写，我特别喜欢毛笔的那种节奏感，不只是用手腕，是用全身来感受。因为小时候经常去很多国家玩，然后欧洲啊、美国、中国也去，也经常去美术馆看展览，展的大部分都是西方的东西，印象派、野兽派的油画，或是雕塑，或是当代艺术，这种色彩呀，又跟书法不一样，又开始画油画了。私の夢は芸術家。快要决定选什么大学的时候，大家都上那种早稻田大学啊、东京大学，没有人学艺术，所以我当时也是不是要当个医生啊什么的，可以什么养家糊口的。偶然看到自己小时候写的一个纸条，自己的梦想嘛，想当艺术家。我觉得人生就一次。中国的艺术的报道，就日本开始渐渐多了起来。我发现很多中国的有名的当代艺术家，他们用的形式方式很多时候是用的油画，这是让我很吸引的地方。我就开始查中国的艺术院校，中央美院是最好的。很多人都觉得可以去法国、意大利啊，那都是油画的一个源头。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东方人，东方人画的油画肯定跟西方人画的油画不一样。比如说油画历史上面很重要的文艺复兴，它就是复兴的古希腊，但是它在罗马开花的，推动了罗马的很多文化艺术。所以同样西方的油画也可以在东方国家开花。
我在想，就是如何用油画的方式跟当代艺术对接。那么东方人的油画是什么东西？因为我的名字江上月，很多中国朋友就问到日语发音是什么，我就说一个米子，然后他们就在那里笑，就说像东北话的一袋子米。我就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一个米子变成了一袋子米，同一个声音形象完全变了。因为我是在日本出生，也在欧美长大过一段时间，交流和语言是每次我碰到的障碍，也是我苦恼的思考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一直在想能不能用这个来做作品。这个雾厅成为了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语言的起源是声音，这是日本的生物学家奥卡诺塔尼教授提出来的。4年的调查过程中，要各种地域的人、各种国家的人参与我的雾厅游戏，我给他们一个声音。爱的，好像是中文的鸭蛋，怪怪的，哎呀，从母语里面找出相似的词，主动去误取这个声音。圣经里的巴别塔讲到，当时人类在根源的时候是讲同一个语言的，是人类做一个塔。上帝生气了，他把人类的语言分散了，那么人类就不能一起共同努力去做这个塔，然后就失败了。那么现在就有很多语言，在根源的时候我们是讲同一个语言的，跟着文明的发展、文化的发展、地域的不同，人类民族种族之间语言就分开了。那么从交流的工具又成为了交流的障碍，到底真正的交流是什么呢？海是代表着未来，人出生前是在母亲的海里面的，死去也归还到海里面，这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它代表着对未来的希望。鸭的，鸭的，鸭的，爱的，就嘴巴产生的雾厅，国家和国家雾厅有可能会变成战争，所以它不只是停留在雾厅游戏。谢谢大家百忙之中过来，谢谢你了。I hope it's you. Do it's you. I'm there. Yes. This. You. You have to make a photo, please.声音和形象的一个内在关系在哪里？不听乘以真相，相也是代表着人的面目。我想起一个人的时候，我总是会想起他说话的声音，会带着那个形象跟我一起来。是声音包含着形象，还是形象包含着这个声音？
我看这个人的时候，眼睛里面照的是我自己。他通过我的眼睛看到也是他自己，不是这种平面上的再现，而是在这个两次元当中变成一种立体，有声音，有味道在里面的呈现。四年间，数以百计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走进江上月的雾听游戏，声音和形象被他记录、记忆。语言、举止、容貌传递的信息交织成一张网，一个不局限于语言的全方位交流之网。那其中的节点便是人，一个个真实的人，声色之间往来穿梭。江上月在生理语言和绘画语言间探求着它的焦点，而油彩在绘就的瞬间，一张张面孔从想象中生动浮现。这个像里面包含了你的经历或者父母的这个遗传，所以作品名称也叫像。说一句话让他们听，从他们的那个母语里面找。おはよう。おはよう。おはよう。やだ。丫头。またね。体现我们湖南的。这是湖南话，那得了。おやすみ。文艺复兴本来是在意大利出来的，他丢了年轻的时候游学意大利。他成长的环境和他的语言来看待这个文艺复兴的时候，生成了他独自的一个文艺复兴，传播给了北方，成了北方文艺复兴，这个已经是一个误解了。日本近代油画非常重要的人物岸田劉生，他受丢勒的影响非常大，他画了很多他的女儿，都是非常有日本人特点的，这就非常有意思。他学了那么多西方的东西，最后呈现了一个非常日本特点的东西。其实误解就是有一个差错嘛，在这个差错的小空间里面有一个更多的可能性在里面，所以我就希望从我非常喜欢的岸田劉生这个油画家里面回到油画的根源，找到这个空间。这种交流，这种误听误解，如果它是永远存在的话，那么它就有普遍性，那么有普遍性的话，其实误听也是一种真实真相而呈现。想到了什么？想到就是你暗恋的人。对，不敢说出来，然后就画了，画出来就变成我的嘛，那个画是我的。